向右转正。你看我左脚尖转正，我身体带动右脚尖，左脚尖要转正，左脚尖放。好，对着后脚，两手打开，放下来下单的时候，放下来下单交叉这样，左手在外面哈，放下来下单交叉，左手在外面，右脚尖转进来，同时间好要停止动作。好，翻掌，这样，翻掌上来的时候，左手背在里面，然后右脚放，里面翻掌，右脚就要拿过来，哦，脚尖点地，侧面移动脚尖哦，脚尖点地，这两脚是平行的哈、哦，好，重心移过来，两手放下来，哦，左脚收回来半步，背斜的，好，重心移过来，右脚靠拢，伸到中间，一往下，往下沉，如果做不出来，你就稍微往下。我想这边就想要往下蹲一下，蹲一下，两股气有连在一起，然后慢慢站起来，气往下，人往上，然后再不到十秒钟哦，先站一下，让整个内气运作恢复正常，然后再做其他动作。